成功了，我要永远记住这一刻，第31232次单刷厄运，第一次成功。啊，这些都是我的。弗洛的屠龙技术纲要，这个是猫，只有战士和春哥可以用，既然卖不了 NPC， 干脆送 MT 做个好人吧。哎呀，付款取信吧，还要30通，我都不够修理费了。我怎么好像忘了什么事情？我靠 ，boss 的尸体还没摸完呢。拉着怪，要是猎人在就好了，这些小怪他完全不忍。星星太靠不住了，三个人打太累了，不可能过的。明明吃4个，怎么成3个了？4个。我呆贼美女还有星星，不过星星靠不住啊。看来该换个宝宝了。是不是没尾巴的都不可靠呢？或许吧。走吧，我可不想再送修理费了。4几次就不想打了，真懒。都哭了60多次了，妹子。60多次还没我死的总数零头多呢。你不能 把你的智商水平和别人画等号啊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先回去组人吧。10。都绝章了，紧张个屁呀！你们红色十字军真是蠢到家了！我勒个操，远心！我说安吉拉，别那么火大！你看蒙多勒神父多么淡定。我胡哪张呢？但我没说。打这张。放条。胡了。哟，糟老头子，手气不错呀！妈的，输了200了都！就他妈的，你家咋胡？你妈的胡69桶，3条你胡个鸡鸡呀！啊，好像是啊！去你妈的！我们修好了鹅红色指挥官的，你干嘛呢？你在干嘛？没什么。他已经不在了。走吧，我们再去打一次试试。
问，那个错牛，我交给你的任务怎么样了？是，我会努力的。惊喜总是有趣的，我从来不会将它拒之门外，但是这次这么久了你还没有搞定。那个，你再等两年，我一定宰了瑞文蛋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跟凯奇聊聊天啦。那我们还打不打？当然，必须得打。Hello 呀，我们再去试试呗。不去。为什么？已经没钱修装备了。李爷那个废柴有钱啊。十三幺，你们想黑我们红色十字军，没那么容易。我们不在十三幺，你压白狐了。有没有搞错？不要以为我们和你们星条黎明合作对抗天灾，就是我们妥协了。谴责。我强烈谴责。天美娃，这里是我们的地盘，瞧你那操心，少跟这儿嘚瑟。哎，他奶奶的，当官的都在吃喝玩乐，卖力的永远是我们。哎，有邮件，这是妹啊，还是猎人寄来的？哦，这是个好东西。看颜色我也知道是个好东西。是啥好东西嘞？这个嘛，放在拍卖行里可以卖个天价。什么？1000万斤？我这辈子不用愁了。我有说1000万斤吗？不过看样子他还是可以让你得到一把属于 MT 的武器。1000万啊1000万，咿呀咿呀哦，1000万啊1000万，咿呀咿呀哦。什么武器啊？足够你干掉瑞文戴尔的武器。这么爽啊，又能卖1000万金币，还能换把强力的武器。你想得美，哪有两全其美的好事儿？你懂什么，这种事在猎人身上就能实现的。哎，就是了，已经很久没见到猎人了，他去哪了呀？我哪知道。书里说叫我去厄运之锤找个科学家。那就去吧，反正你现在也不是瑞文戴尔的对手。靠，说的那么直白干嘛？我去收拾一下行李，出来我们就去厄运。喂，矬牛，过来。锁妹啊，帮我摸一下，看看手气怎么样。为什么呀？你还敢问为什么？你全家都不想活了。我错了，那我摸了。快点摸吧。谴责，强烈的谴责，我谴责你祖宗十八代。你也没说清楚摸哪儿啊。双豪七，你们惨了。好了一个，我想我爹地了。卡哇伊，我他妈的强烈的谴责，我谴责死你。那个，我要去找科学家了，告辞。我们去刷一遍厄运本，傻妈应该就毕业了。一定好好教训 MT 这个蠢货，追了下老娘和小三儿一组。哦，明明是你让 MT 别理你的吗？什么？难道 MT 就不能求我和我一组吗？哎，连第二不要脸的 MT 都不肯求你，可见你的人品有多差了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我是最不要脸的？居然敢这么说我，尝尝老娘的骑士马黑风锤。等等，你们等一下，我去看看。哎，真是麻烦，怎么哪儿都有联盟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？有联盟？哇呀呀呀呀！看老娘的狂霸拽风怒锤！
不好，快有联盟准备战斗。我们正要去厄运，在等飞艇了。厄运之锤怎么这么远啊？好的，我会和他们交代的，坐飞艇过去很快的。哦，那我们快点。飞艇来了，快上啊。这个废物也不看看飞哪儿的。那本徒手农的书真那么值钱呀？我也是猜的。奶奶的，幸亏我跳船及时，不然不定给我带哪儿去了。糟糕！趁少年控制他们骑士的时候，我们先干掉这个盗贼。MT 学聪明了，知道跳船了。这个笨蛋，哎，真不愧对锁甲双废之一的称号。现在怎么办？他们的奶太强力了。还能怎么办？找机会撤退。猎人，哼，我修炼了这么长时间，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。兄弟们，准备！通刷厄运几万次，装备金币多的是，老子看谁不顺眼，花点钱就把戏演。今日得见同族辱，岂能见死不相助？敢问明月几时有？又岂在朝朝暮暮？烧死我的是你啊！阿石，放箭！快上，先杀了一个圣骑。我不行了！靠，赶紧咽气复活去！哇呀呀呀！